我们来欢迎主客师指模的负责人小天，欢迎小天老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天。小天老师最初接触到指模在国中，第一个的指模型是跑跑卡丁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国中做的、喔？对，那个台币当台币战士，然后说只会在那边，没有，龙马好帅，龙马好帅，龙马现在有比较好吗？现在还是龙马好帅。台湾那时候还没有人去做。类似设计这种，对对对，那时候韩国就因为韩国那时候是跑卡丁车刚起来，然后说就有玩家就是说，比如说这个车很稀有，是很帅，那个就是自己蹦，就是自己都炸出来。而且你想想看，前一阵子跑卡丁车收了，你的舒适 SR 才是真正的永久车，而且还可以带走。上大学之后就开始做人形的东西，天哪，这是 Love Life， 对对 Love Life 的，对。可是中间的过程。对，从跑跑的赛车，我不是说他的，我说这个中间过程会越进的太快了。没有，其实中间是去少林寺休息的。没有，其他时候就已经台南，只是那时候宅游戏啊，现在宅动漫。哦，对，是游宅了。跟我那个 cosplay 很像，以前那个 cosplay 就是哦，想成为他，然后要定做啊，太贵了自己做，然后哎，对，自己缝，然后缝纫机这样打，跟我的豆浆一样，我最近也是买豆浆觉得好贵，我自己磨好了。就是这样。受不了了，我要开始。好了，那我们来切切。他握刀很稳呢，很稳，平常的握。小心了各位，小心了各位，小心了，不要再惹他生气了。但是他就算这么生气，他也会开台。哎，有一个耳朵这个很难哎，耳朵我没办法，老师。没关系，我来。是都不是就老师，老师这个耳朵。没关系，我来，没关系。这个耳朵它是圆弧的，圆弧的我没办法。转指，没关系，可以转指。为什么老师看起来割得这么轻松？因为他是老师，他应该是没有，他应该是台湾前几趴轻松的人，好吗？因为时间快到了，然后快去，现在给贝利美用看。老师很坚持要我用，他想鼓励我，想要鼓励你，但殊不知我想加价钱而已。殊不知你就是个委托仔，殊不知我是一个想要加钱的委托仔。没关系，还是把它做完，还是。这样子，哎，对，被你抠掉了。没关系，我要加钱委托，没关系，我要加钱委托，是都不是就老师，老师这个耳朵。今天也是看那个国外的推特，有一个人他发一个推特说，他喜欢的女孩子很喜欢烘焙，所以他为了要跟他有话题聊，他就也去研究了烘焙这样，然后研究了一些独家自己的这个酵母技术，到现在呢，他只想认真烤面包，不想认真。已经歪了，已经歪了，其实已经异曲同工之妙。对，我本来是想说没车自己坐一台就坐，直接变成我老师，就很有兴趣。对。